今天是第一轮淘汰，还有半个小时他们就要走了。郭有灵呢？郭有灵给我留点儿。上海找我，到北京也可以找我。两小时之内把东西收拾完就走。期待你下次带着皇冠回来。肯定。易涵小同学，嗨，好好参加高考啊。好的。易涵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想说的，没有跳二公斤，我都学会了动作。哇，没事就当艺考了。干啥呢？难过中。赖赖呢？赖赖在哪里？赖赖，来，我愿称他为创造营史上最努力男人。OK， 没问题。回去之后好好发展。好。哇哇。袁木林弟弟，回去好好发展。朋友。朋友，拜拜，圆圆，拜，达妹不了了，回家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来来，发歌告诉我。哎呀，好烦这种时候啊！拜拜，妈妈，啊，没事儿。这有啥的？不是你有的人生，你这辈子可能都不会再遇到。我也是。今天是3月21日，哈尔滨昨天已经结束啦，接下来就等了第二轮淘汰了，不知道自己还在不在。今天是2021年3月26日，明天取消了，太好了。谢谢，真的太好了。然后景龙生病两天了，昨天高烧39.2度，半夜才推到37.几度，很痛苦，感觉他就是很痛苦。晚上我们是第二次输了。蹲蹲蹲，哈哈哈，你要走了。对，开始撤。真难过。有意思。恭喜你淘汰。好帅。淘汰有什么感觉？挺开心的，希望你能挺清楚决赛。别哭了。我就是今天我要走我都开心。我不是永别了。别哭了，反正这 vlog 到时候剪下来，你要是丑了。不要剪我。剪我。No, 你啥时候衣服还我？我你要敢把我这件衣服骗走，咱俩就我追北京也要跟你。拜拜，黄坤。出去合作。合作没问题。帮你找 demo。没事。今天去录了延伸节目，今天跑得很累。然后他要准备总决赛的曲目了，然后我呢，姐也马上就要快走了。现在是北京时间。2:30，接近凌晨3点，然后我们在开 party， 这还有自嗨锅，昨天比赛赢的。鹏鹏，先吃吃开心吗？耶，好好吃，太爽了。张鑫要吃零食，真像个鬼，你现在。任鹏，我走了，你哭不哭？你觉得我会哭？我觉得你不会哭，因为这次离别是最短的。来，有什么感想？没事，明天就走了。你想臭屁？然后反问一下你了，那。景龙走了，你就这么开心吗？哦，嗯，看满脸笑容，咋？期待我去给你买手机去？嗯，伤心吗？伤心吗？离别。张嘉文瞅他，我一走他老开心了。告我哪里开心够？你看是笑的，你看是笑。我笑的不让我笑。走就走了，来把你的给我，我要亲手把他送走。总是不知疲倦的守候，2021年4月11日，景龙创造营顺利打板结束。现在行李已经全部收拾完了，然后最后再看一看这首歌。拜拜啦，景龙，这是甘望星的，没人再给你洗背。真的拜拜了，这次就真的就再也不回这种了，真的就拜拜了，真有点舍不得。
4月11日，我怎么都不知道你这一天。